我要看你们的证件。放下枪，打开冷藏车的门。这位，他要打开冷藏车的门。不用理他，留在车上。马上了，马上了。去帮帮他。我要看你们的证件。 放下！怎么了？你回车上，坐下去。没你事儿，坐好，坐好了。OK， 搞定。检查发生什么事？报告，毒电波干扰。改用频道，我要看清楚画面。趴下！ 局长呢？喂，找到局长没有啊？都别动！